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其实一下场对手表现得很好，很主动，我们一下就是0-2落后的，对方先破发。那在第三局我们的发球局开始，我们就变得主动，然后想办法强迫对手跟我们拼球。那我觉得这个战术执行得非常的顺利，所以第三局之后慢慢拿回掌握权，然后第二盘也是就是使用一样的战略，然后就是一路就是贯彻到底这样子。那也很开心第一场比赛能够这样子顺利拿下，那希望接下来比赛可以继续保持。